Hello Hong Kong Singer Channel 的朋友，我是 Claudia 冬晴，今天会为大家去介绍我首新歌 Beautiful Soul， 广东话版叫做心碎之处。我知道不要想，更只会想看下一度《Beautiful Soul》心碎之处呢一首歌咧，系描述紧我自己内心世界嘅一啲挣扎啦。咁其实当初我写呢首歌嘅时候咧，我系谂住系写一个安慰嘅歌去安慰自己，即系同好多人一样，我都有一啲系情绪上控制唔到嘅时候，都会想得到安慰啦。咁但系咧，首歌写下写下就变咗一个对话，但系正正就系一个对话，竟然是给了我更加多力量，更加多动力啦。多一个人在 struggle 紧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最需要的安慰不是一些鼓励性的说话，而是一些可以跟他们说 You're not alone, there is someone with you going through the same thing。 当时的我最想要就是同情心，所以我很希望这一首歌可以带到这个感觉给你们，希望是跟我差不多 struggle 的人都可以知道，其实你不是孤独，你是可以继续走下去，这首歌一直会陪着你。